我覺得誒一五年廿二號咧，下晝就去影車，咁仲早喺搭，我覺得搭西鐵咧，之所以咧，見到個阿叔咧坐喺地，坐喺個地下度，坐喺甚至坐喺個車廂地下度。裝修咗，入面係靚仔咗，不過咧
又係唔知一樣，成堆人，成堆冷雜，成堆雜物垃圾喺度。收到啊，好多垃圾啊！都佢啦，佢执垃圾已经执咗十几年，认真。细个同佢个仔喺度玩咧，入边已经劲多垃圾。多句，有一种情况叫做垃圾囤积症。只要你执惯垃圾咧，你就会执嘅都冇停手嘅，系咁执，系咁执。你叫佢塞，你叫佢掉垃圾曬唔好啦，零一啲位。咦，我阿嫲即係聽我阿嫲講咧，原來佢嘅仔係做教練，定會應該係做啲健身教練。都好耐冇多過我一齊玩，特別上一次一齊玩已經係十幾年前，小學嗰陣咧，中學就冇啦。紅衣跟上，咁食完蛋糕之後咧，就去探我婆婆，跟住個管理員話咧，呢棟樓要強檢。即係佢住嗰棟門口啊！探婆婆，探嗰陣婆婆已經係瞓咗覺，不過又叫佢起身食蛋糕，佢都記得我哋咧。我笑話依家件事更新，彩蛋揾到之後咧，鬆一口氣啊！揾到個彩蛋。你入到個 server 咧，係有機會揾唔到嘅。今日更新，不過都係更新啲濕聲嘢。Seasons Two 就係應該係九月幾 ，Season One 就完咗 ，Season One 就三號啦，三號星期四好似，即係唔係好似唔係星期四。三號就星期二，下個禮拜二。我大嘅親戚就唔喺度啦，佢喺溪嗰度食飯，即係佢同溪爺都係有機會係移民。依家個個都係講呢個賣豬仔，咩叫賣豬仔咧？咪嗰啲呃個堆人，咪走去越南啊、泰國啊、柬埔寨嗰啲地方做嘢嘅，跟住話個人工高嘅，後屘去咗之後，發覺係俾人困咗。多一句，拉咗五個人，有最年紀最細嘅17歲。咁有兩個係23同30歲嘅，係呢個賣豬仔集團嘅主腦啊！依家有至少50多個香港人咧，係賣嘅係被呃過賣豬仔。賣豬仔。